金庸笔下最强高手是谁？不是扫地僧，这二人已达修仙境界。《天龙八部》非比寻常，全书共有三位主角，分别是萧峰、段誉、虚竹。此外，《天龙八部》涌现了大量玄幻神奇的武功，这些武功能隔空伤人，化气为形，好比六脉神剑、火焰刀、参合指等武功，都能将内劲聚于手指或手掌，然后激射而出，达到杀人于无形的最终目的。因而，《天龙八部》在这些神功的点缀之下，更加精彩绝伦，让无数读者看得津津有味，乐在其中。可这些神功在扫地僧的面前，都成了摆设。原来扫地僧的三尺气墙好似最强之盾，能将各门神功化得无影无踪。扫地僧后又轻飘飘地拍出一掌，立时击杀了强如萧远山、慕容博这样的当世高手。此外，扫地僧的轻功以及对武学的领悟都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。他仅凭一人之力，就在藏经阁一役里化解了萧远山一家与慕容家族纠缠30年的血海深仇。恐怕就算段誉、虚竹赶来与萧峰强强联手，也未必能胜过扫地僧。这也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网友认为扫地僧是金书第一高手。常言说得好，强中自有强中手，以下这位女高手远胜扫地僧，俨然脱离了武侠小说的束缚，成了修仙一族。这位修仙女高手正是越女剑的阿青。阿青是一名放羊女，却在机缘巧合之下练成了越女剑法。越国的范蠡发现阿青的剑法恐怖至极，若让越国士兵练成这门剑法，岂不是可让越国称霸天下？于是范蠡凭借魅力吸引了阿青前往王宫传授士兵剑法。阿青进了王宫没多久，范蠡和西施的地下恋情却终究被阿青发现。阿青暴怒之下，仅仅提了一根竹棒就冲进了王宫。范蠡听闻此事，急忙派遣了200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进行拦截，可2000名士兵竟在瞬间之内被阿青轻松解决。如此战绩放到金庸全集里，试问有几人能做到？而天龙时代的扫地僧固然高深莫测，但若让扫地僧闯入王宫，他能否和阿青一样在顷刻之间击败2000名士兵？笔者认为显然不可能。与此同时，金庸笔下还有一位男高手也超越了扫地僧，能和阿青一较长短。这位修仙男高手不是别人，正是《侠客行》的主角石破天。石破天憨厚善良，误打误撞之下练成了炎炎功、罗汉伏魔神功，又在侠客岛上参悟了一门怪异至极的神功太玄经。原来侠客岛石壁上刻有李白所写的五言古诗，每一行古诗里都蕴含了诸多修炼之法，是一门至高无上的内功，唤作太玄经。为了破解太玄经，侠客岛岛主历经数年，邀请各门各派众多高手前来解析此诗，但无人能解其奥秘。这些上岛的高手们反而因为无法破解太玄经而恋恋不舍，每时每刻对着石壁喃喃自语，如痴如醉。石破天并不识字，也不想去破解武功奥秘，却在观看石壁上古诗之际，调动了体内的内息，无意之间练成了这门超凡入圣的太玄经。神功大成的石破天也和阿青一样，挣脱了血肉之躯的束缚。书中是这么写的：他随手提起一块船板，用力向二人落海之处掷去，跟着双膝一弯，全身力道都聚到了足底，拼命撑出身子，便如箭离弦，激射而出。眼见船板落海着水，自己落足处和船板还差着几尺，左足凌空向前跨了一大步，一踏上了船板，当真是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左足踏上船板，阿秀的身子便从他身旁急落，石破天左臂伸出，将他拦腰抱住。原来阿秀从海上的一处悬崖掉落，远处的石破天见状，当即抛出一块木板，然后借着木板的滑翔而去，顷刻之间就赶到了阿秀的落水之处。从看到阿秀落水到抛出木板，最后将阿秀拦腰抱住，这几个动作可谓是一气呵成。毕竟常人坠崖都是在电光火石之间，可石破天却凭借一身神功完成了这些不可思议的动作，简直比达摩祖师的一苇渡江还难上加难。综上来看，石破天的武功已经脱离了武侠小说的束缚，颇有些玄幻小说的味道。他和越女剑的阿青都胜过了扫地僧，并列成为金庸全集里的第一高手。